你的周身要一致，连你的思想也不能乱起来。你想说，哎，你怎么不出去啊？不行，那就这样，就是。谁都啦，你们要知道。好，我再举个例子，很多人这个手一摸上，对不对？就只觉得说这个手很讨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老摸了我，啊，很让我受不了。其实。你为什么会讨厌他？你怕他。你要等我一放松，我不怕他，他怕我，就这么这样，会了吧？不会，还想。再一次，宇宙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拍一下。那个爽。我现在是用接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接触？接触的时候。我接触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脑子全部在这边，懂不懂？他的思想都在这边，他的思想在这边，也就是灵魂。然后呢，他思想可以带动气场，懂了吗？碰到这种情形，你怎么办？放松，来，好，懂了吗？哦，我假如出去没有成效。记住，就表示你不够松。啊，你要松，会了吗？